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的是本章的重点内容，也就是第三节，围绕着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目标和方法。当然呢，在这里面啊，我们有目标，也有相应的对应的方法。而另外呢，你看到它跟我们前面两个循环不一样。前面两个循环呢，那我们提到了说存货非常重要的报表项目，对不对？资产负债表当中，那探讨完它的审计目标，介绍完审计方法。 就结束了。那按照报表角度来说，确实存货是非常重要的报表项目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研究它的审计目标和具体的审计方法，对不对？哎，研究它的目标和方法。而这种情况下呢，大家也要适度的去关注。针对于存货，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程序，而这里面就是跟存货相关的存货监盘程序，所以存货监盘程序非常的重要。 那所以说，存货监盘程序，它其实原则上属于我们这里面审计方法之一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单独的做了个介绍。哎，你清楚了吗？它属于我们这个审计方法之一啊。我们给它单独的做了个介绍。所以说，监盘是拿出来单独的做了一个考点。那么它是我们的考点二，同样呢是三星级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呢，除了我们针对于存货来进行审计，那你要知道。 存货呢，伴随着它的销售出去，也会有账务核算的借记营业成本，对不对？主营业务成本、贷库存商品，它也会影响到什么呀？产品的成本。另外呢，或者说你想一想，我们存货叫做生产与存货循环，那它也会跟产品的生产成本有关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生产过程的料工费有这个产品的成本，所以在第三个考点当中，将给大家介绍产品成本的审计目标与方法。 所以在这里面，它的考点多是因为什么呢？如果单纯的站在报表项目上来说，确实就一个考点结束了。但是报表项目中的存货太重要了，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程序——监盘程序，所以要单独的讲，对不对？还影响到成本计算，也会单独的讲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考点一：存货审计目标和审计方法。那存货审计目标，那就是审存货，关注什么？ 审存货，你要关注什么呢？首先，证实存货是真实存在的，对不对？再有呢，证实存货的所有权，还有它的完整性。当然呢，介绍到这儿，也有一同学看到了，哎，老师怎么觉得跟固定资产有点像呢？对呀，固定资产也是什么呀？也是实物资产，只不过流动性没有存货这么强。那当时我们在上一个章节审固定资产的时候，也看它是真是假。 真实与否，对不对？看它的所有权的归属，以及包括它的完整性，也看到了计价金额是否正确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第三点就是跟存货它特有相关的了，它不仅仅是取得有采购，因为流动资产还有销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要关注存货的采购、销售相关的业务是否合法，那就跟我们的两个循环有关联。另外， 还有就是证实存货的账务处理与存货相关的账务处理，存货记录截止期的正确性。那存货记录截止期的那必然跟收发有关，跟两类业务有关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要证实报表中存货披露的正确性。那这一点呢，大家想一想，资产负债表项目当中存货项目的构成非常的多呀，对不对？有在产品、低值易耗品、哎包装物等等等等。 那么存货假设是八百万，那存货列报中是八百万，它呢原来是一千万，减了两百万的跌价，所以我列报是八百万。但八百万当中是什么存货呢？那我需要在附注中进行披露：产成品有多少，在产品有多少，材料有多少，对不对？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存货的这个变现的能力。像在产品你不加工怎么卖？ 对不对？像产成品，那可以直接对外出售，它的变现速度相对快一点。所以，当我们去看报表、阅读报表的时候，也要关注里面的相关信息。那对报表的附注就有披露的要求。所以，我们在审的时候，就要证实报表中存货披露的正确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审计方法。那么，所以在这儿呢，在学习存货的具体审计方法之前，我们要先给大家补充一个会计实务知识。那就要补充什么呢？如果说 从存货的明细账出发，它的明细账叫做什么？叫做数量金额式。在存货的明细账当中，既有存货的数量，也有它的金额。它是用我们的数量乘以单价，等于金额的。所以有了这一点呢，那就告诉大家，存货的审计程序不仅仅针对于有数量，还有什么单价？数量对了，单价对了，那金额才有可能是对的。 数量对了，金额对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明细账才能有可能是正确的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在进行存货审计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涉及到数量、单价两个方面呢？是因为它的明细账叫做数量金额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提到了它的明细账，那你想想我们的万能模板和万能套路，在我们的审计方法当中，首先第一个，存货也是有明细账的呀。所以说呢，那我们要获取年末存货余额明细表，对不对？哎，拿到明细表。 而拿到明细表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呀？所以你看，复核单项存货金额的计算是否正确？所以一项一项存货，你看它的单位成本、它的数量，单项每一个的计算是否正确？另外呢，每一项存货它的计算是否正确，也要看看明细表的加总计算是否准确，对不对？哎，明细表你把若干的存货相加，它是否正确？好，另外。 将本年年末存货余额和上年年末存货余额进行比较，分析变动原因。哎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它就是分析余额。讲固定资产的时候也分析了，对不对？讲采购业务都分析了。那当时我们还说过了，像比如说存货啊，上期是两百万，这期是五百万，那中间是三百万，净什么？净增加额，净增加额三百万。所以呢，你要看一看。 那我们的采购业务到底买了多少？至少怎么也得有三百万吧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结合着期末余额去分析它为什么增加了，变动的原因。那如果说我这是两百，期末是一百，那么净减少额是一百，那证明买的没有发的多，对不对？那就要看销售的情况。所以说这是最简单的分析啊。那当时我们讲分析方法的时候，不是拿期末的和期初做比较吗？ 做这种比较分析，分析变动的原因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，另外呢，我们也会利用分析方法，专门对存货进行检查。这个分析方法，那你看，分析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比较前后各期及本年度各个月份存货余额以及其构成、存货成本差异率等，评价总体的合理性。怎么讲啊？你看每个月份存货的库存，还有呢，存货的构成里面一项项构成。 像我们如果用计划成本法的话，它也会有材料成本的差异率，那么差异率是否稳定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就是分析的具体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这些分析的具体，我们在考试当中真的没让你分析过，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。好，再者第二个，将存货的余额与现有的订单、资产负债表日后各期的销售额和下一年度的销售预测进行比较，看看有没有滞销或者是跌价的可能。怎么讲啊？现在。 有多少存货？有多少库存？未来有多少订单？日后卖了多少？你预测有多少？如果说你的销量不佳的情况下，那么对期末它的跌价准备的计提，那因为证明它日后销量不好嘛，销量不佳，存货有这种滞销的现象，对不对？所以存货滞销了呢，自然而然它的跌价准备的计提呀，你要跟上有没有计提跌价准备？是不是好？再者呢，将存货跌价准备与本年度存货处理损失的金额进行比较。 判断一下是否已经足额计提了跌价准备，所以你要看一看啊，我跌价准备计提的够不够？像包括我在前面讲坏账准备的时候，就给大家说过，这个不提嘛，太过于明显，但可能提的不准确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大家要清楚啊。好，再者还要将我们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存货的交易的频率、规模、价格和价款的结算条件。 与非关联企业做比较，就是你要看一看什么呀？看看关联企业什么数据、什么价格、什么结算条件，非关联企业又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也就意味着你有没有给关联企业开绿灯啊？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利用关联企业来虚构交易啊？有没有利用关联企业来调节利润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这儿大家要清楚了，明白？好，再者。 分析前后各期的存货周转率，那你要看看存货的周转有没有异常的波动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比如说有些企业想把这个存货清仓，它可能会低价抛售，那如果它要低价抛售，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的周转速度就会变快吗？那就要看看它的解释的理由成不成立。所以现在呢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在考题当中也会考到说描述一种场景，我们的存货积压了。 那可能就跟什么原因导致的，他就问你，哎，什么原因会导致存货的积压？那或者说存货周转率波动比较快，他就问了，什么原因会导致存货周转率波动比较快？对不对？好，再者呢，像存货的管理程序的把控，这个管理的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？对吧？哎，包括我们冲销啊、跌价准备的计提啊，有没有变化？因为它影响到存货了，它就影响周转率。所以在考试当中可能会考到来。 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哪些是合理理由带来了存货周转率的变化情况，对不对？你哪些政策能够带来它的周转率的正常的变化？好，再者分析前后各期的毛利率，哎，你发现了吧？因为存货跟什么有关？跟我们的成本有关。那成本跟收入的差额叫毛利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也可能会受到毛利率。那顿时呢，大家会想到之前的题目了，说我们的采购。 采购跟毛利率可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要做一个区分，明白了？爱大家做一个区分啊！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。那这道题目呢，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假设那个场景，就是跟大家说了它的一个考试的情形，让大家看原因。所以我不是空口白牙的给大家说它会考。那你们看这道题啊，这道题呢是案例分析中的某一问，它就问什么呢？说，审计人员在实施分析程序时发现了。 丙公司近几年对外销售形势总体保持平稳，但是周转率由五点七上升到七点一，那怎么讲？周转速度快了，周转变快了，对不对？就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周转变快了？所以问到大家，下列哪一些理由，哪些理由能够解释周转率变快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同志们会算周转率吗？我说不会，这哪儿讲的呀？ 科目二可没讲，科目一讲的。那么我们要分析存货周转率上升的原因，那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必须要会去算存货周转率，对不对？那么存货周转率的公式你会吗？这个可不是我在科目二中讲的，是科目一老师讲的。有这个指标分析，对不对？存货周转率是什么？是营业成本除以谁？除以我们的平均存货，对不对？平均存货周转率是什么？周转率其实就是。 除了我们的存货周转率，其他都是营业收入去除的，营业收入除以平均什么资产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平均的你算谁就是谁。好，那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它这儿是五点七上升到七点一，那你会发现怎么能够上升？怎么能够上升？如果营业成本分子增加，是不是就会上升？而平均存货下降。 是不是就会增加，对不对？这两种情况。好，那你看，首先，那这道题里面谁一定能选上？先保你得零点五分。谁？管理层有意减少存货的存储，因为存货就下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有还能选出谁来？存货核算方法发生变动，核算方法自然而然你算这个先进先出、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方法变了，会致使营业成本有变化，对不对？那存货也会有变化。好。 再者，C 存货成本构成项目发生变化，那你看存货成本构成项目发生变化，那致使存货有变化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哪些构成成本？哪些入成本？哪些不入成本？那它会存货有变化，那我们的营业成本也会有变化。当然，也有同学说，老师它都有变化，但不一定上升，也可能下降。那么它这儿也没说怎么变，那也有可能上升，所以有同学就想选又不想选。 这个你可能就放一放，但其实这个是应该选的，可以选啊。再有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发生变化，跌价准备怎么计提？那跌价准备的计提的多少会影响到存货，会影响到营业成本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有的。那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A、B、C、D，对不对？哎，A, A、B、C、D。好了，那我想说一下，像这样的考题，那你就得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，这就是一个哎。 各个学科的结合，科目一和科目二，因为在科目二中我真的是没有讲存货周转率的，但科目一你们得会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要关注一下各种计算指标，要知道指标的波动，要会解释波动的原因，对吧？所以像我们以前在销售收款循环中，咱们也做过，说营业收入增长率增长了百分之二十，就问了什么理由会导致营业收入增长。 什么理由会导致营业收入增长？哪个理由能够解释营业收入增长？对不对？做过这样的题目，对吧？好，来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跟存货有关的审计方法。那第三个跟存货审计有关的方法呢，非常重要，叫做存货的监盘程序。那这个监盘程序，刚才也给你看到了考点清单，我们说了太重要了，单拎出来在考点二中详细介绍。所以下一讲中将介绍考点二。 那自然而然呢，专门的给大家介绍存货监盘程序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呢，第四个审计方法是存货计价的审查。那计价跟什么有关？跟金额。那金额会受到什么影响呢？那你取得有没有影响？有吧。然后发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取得那有什么初始计量，发出有人说发出存货计价方法，对不对？ 哎，发出的计价方法，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会计问题。而截止呢，截止就是跟我们的收发有关，截止期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你看一下啊，针对于存货的计价的一个审查，那么从存货的采购、发出、截止期三个方面来进行。那首先我们看采购，采购就是会计问题，采购就是会计问题，就要找什么呀？入账价值，比如说针对于存货的计价的审查。 谁入成本，谁不入成本？而那提到谁入成本，谁不入成本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采购成本呀，对不对？哎，采购成本谁入啊？达到预定状态之前的必要支出，对不对？另外还有一点，如果买了在路上没入库的，那叫做在途物资，在途的存货也是我们企业的存货呀，对不对？也属于存货，也属于采购的审查。那因此，包括存货采购业务，它的账务核算。 哎，这个大家应该是最信心满满的会计相关内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的存货采购的审查好了。那么，存货采购审查，看刚才的谁入成本，谁不入成本，相信大家是应该会的。但如果往下深入的介绍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伴随着存货的取得，那么我们的核算方法是有两种的，一种叫做实际成本法。那实际成本法就要看成本的构成项目。 谁入谁不入，对不对？哎，入库前的必要支出，那么它要入成本，不能抵扣的增值税入成本，能抵扣的不入。所以你要看它的实际成本计价方法入不入的问题。而如果说是计划成本法呢，那就要看了你对于材料成本差异的处理是否正确。比如说我们实际花了一百万，那我计划呢是九十万，那十万就叫做什么超支差。 对不对？这叫超支差。那如果我们计划是多少呢？计划是一百一十万，那就节约，这叫做节约差。那么就要看这个材料成本差异它的处理是否正确。而那么我们的计算在会计中应该有说到，它要要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，对不对？你要保证材料成本差异率的计算的正确，差异率是对的，那么你才能够把。 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关系看出来，通过计划成本推算出实际成本，而在报表中列报的那都是实际成本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要清楚啊。好，那你看这不就是有会计知识吗？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最随心所欲的。而针对于我们的采购成本，你要看它有购买价款、相关税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存货的入账价值。 往往在会计上就是初始计量入账价值，而另外呢，像还会受到什么影响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的采购成本是总的去花的，那么它就是要分配，对不对？那就会按照什么呀？按照你的买价、公允价值的比例分配，或者按照重量、数量进行分配。所以它可能这个在计算成本的时候不是那么直接的，哎，谁入成本谁不入成本，是要分配。 那其实就是本着咱们会计学习的谁受益谁承担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呢，还有存货采购成本是否合规正确？那你该负担的有没有全部入账啊？还有呢，像有没有把管理费用记到成本当中的？还有呢，进项税能不能抵扣？不能抵扣要入成本，对不对？能抵扣那就放在进项税额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在审计的时候，你要看，说白了就是谁入成本，资本化。 辅助成本费用化，那么你不要把资本化和费用化搞混淆了，对不对？另外，像如果你产生的加班费、招待费这些，肯定是要计入到当期损益的，对不对？不能够计入到存货的成本。那如果计入到存货成本，你就干嘛了？低估了我们的费用，对不对？那么进而增加了我们的利润。那有人说这些怎么考呢？这些的考法不就是考这种？ 解释说，这个备审单位存货成本虚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找什么理由，对不对？但这理由和原因你发现了哦，它的存货成本虚高，那可能这个进项税能抵扣的没抵扣。那还有呢，该记管理费用的，你记得我们资本化了，入成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就是要题目中考的非常灵活了。再有像我们存货采购成本也有一定的计算方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方法用的恰不恰当？ 好，另外，另外呢，针对于我们的在途存货，同志们，在途存货想着审。第一，在途存货是在报表中存货项目中加以列报的，它也属于存货，它也属于存货。那么，首先针对于在途存货，我们在审计的时候要看账本当中，哎有没有记录，凭证要跟它核对，而且你要保证在途存货是真实的，你不要以为在路上的存货。 哎，我好去编呐、啊，好去弄虚作假。他在路上的时间不长，那早晚得到呀，对不对？往往在审计外勤结束的时候，他肯定能到呀。如果说长时间没到，超出正常期限还没到，那我就要加以审查调查原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针对于在途存货，那你要看他的到货的时间不长，等着他验收入库，对不对？来进行调整。如果很长的话呢，要调查原因，什么原因导致的？有没有特殊情况啊？看这个解释理由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好。 再者，还有就是存货采购业务的账务处理，那采购业务就要伴随着采购发票，拿着发票入账。所以说呢，那我们再看它账务处理是否恰当的时候呢，那就要查什么？查发票上的价格、数量、金额是否正确？还有呢，你要查验一下记账凭证上的金额与发票上的金额是否一致？就等于说，你第一步先保证发票原始凭证是对的。 再根据原始凭证看谁呀？记账凭证是不是对的？那记账凭证是账务处理的依据。再看看你用的科目，账务处理是否正确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呢？另外，像采购有明细账，所以当你记账之后，那总账跟明细账之间，总账等于明细账之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，倘若如果你是计划成本核算，那么你要把发票上的金额转到哪儿去？转到计划成本。 而意思是，发票上金额是一个实际成本，因为发票是实打实的，你花了多少钱。那如果说被审单位他用计划成本核算，那你只是要先用实际成本来入账，再把它调到计划成本法下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才会产生材料成本差异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对于有些会计不好的同学，可能就会吃力了。像比如说，发票上金额是一百，那我放的是材料采购。 然后呢，计划成本是九十，就要把它转到原材料。那原材料的九十和材料采购的一百之间的差额，倒挤入到材料成本差异，明白？哎，这是个会计问题。好，另外，像如果说对于存货发出的审查，那发出贷谁呀？原材料借呢？哦，借不就是谁受益谁承担吗？所以在这儿伴随着存货的发出审查。 领用材料，领用在产品，对外销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领用就是借谁受益谁承担。那在领用的时候，你就要看了，伴随着发出，你如果是生产，核实一下刚才我们前面讲过的生产计划，对不对？看看生产通知单、领料单的数量。如果是销售出去，看看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。那另外，你一定领用关注它的领用的用途，千万不要弄虚作假。 防止侵占资产的贪污这种舞弊的行为产生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当我们去发出的时候，你要看到领用的用途为什么，对不对？而如果是销售呢？销售结合着销售收款循环呀，你看看卖多少出库的数量，对不对？那我针对于销售的情况，看看卖了多少，销售的这个销售收入是多少，对不对？销售的数量是多少？ 那看看我随着收入的确认结转成本，成本结转的数量是多少？另外特别要关注啊，特别要关注什么呀？销售原材料，为什么要特别关注销售原材料？啊，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原材料？我问大家，原材料是要随意去卖的吗？原材料对于我们来说是生产用的，轻易不卖。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你卖原材料什么原因，有没有得到我们审批的流程的批准？ 还有销售的价格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是我们有产生了多余的原材料，那我卖没问题。但如果是生产用的，本身我的库存都不够呢，你再卖，那可能就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特别关注原材料的销售，清楚啦？好，来再来看关于存货截止期的审查。那截止期是什么？第一，购入的存货要抽查存货盘点日前后若干日购货的发票。 验收单、入库单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我买进来的，买进来就是我的了呀。所以呢，换句话来，买进来是我的，那意味着凡是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附有验收单的、附有入库单的，那就代表货已经到了。那当我在进行实地盘点的时候，就要在存货的范围之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在我的盘点日之前看一看你的入库出库情况，但凡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已经入库了的。 那就要进行盘点，而另外呢，凡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当天、资产负债表日前购进的，要检查你的发票的日期是不是在同个期间，哎，看看到底归属不归属这个期间。另外，对于没有拿到发票的，你看这不就是考核点吗？在采购交易也说过，没有拿到发票的料到单位到，那么我们要单独的存放暂估入账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得入账啊，防止负债的低估。 毕竟存货都在你仓库里了，所以也要对这批存货进行点数，毕竟是料到单位的，而且要查明存货有没有提前入账或者延期入账的。比如说存货在呢，那还没入账，延期；那存货不在，哎，你看这儿都记上了，那就是提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截止期限。那我之前说过了，面对着截止问题，不就是提前或者是推迟，看看有没有记错。 我们的会计期间是不是核心问题就这儿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另外呢，对于发出的存货，那同样，发出存货你也看一看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若干天的，哎，发货的情况，到底哪天卖的，到底哪天发的？那如果说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已经发了的，那就是别人的了，那么就要检查销售发票是什么时间，对不对？那别人的已经发出去了，就不会再纳入到盘点。 所以这样保证我们在资产负债表日截止日，你那个数字是正确的。所以伴随着我们的收跟采购有关，那采购业务我们讲过截止；伴随着发跟销售有关，销售业务我们更是讲过截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类业务我们都有介绍截止，而且我前面都说了，但凡截止有没有个套路，叫做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若干天。 对不对？看看前后若干天，它的收发到底归属于哪个期间，有没有提前或者是推迟？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截止期的测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各位，你应该清楚了吧？好，另外呢，纯种的会计问题，围绕着存货的审计方法，那也会涉及到存货跌价准备的审查，而存货跌价准备呢，它比我们前面讲的固定资产要简单一些，因为固定资产呢叫做可收回金额，而存货呢就是变现卖的命运，就是要看。 成本和可变净值孰低。如果成本高于了可变性净值，那么我就要计提跌价准备，对不对？所以，那我们就要看一看：第一，你有没有成本高于可变净值？如果有高的话，那要计提呀，对不对？那就要看计提跌价准备真实性，该不该计提？是不是真的有减值？还有呢，转销。比如说，什么叫转销？当你把存货已经销售出去了。 销售出去的叫做转销，因为你季节跌价要从借方做结转，所以比如说咱们有一批存货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因为大家有会计不好的八十万存货提了五万的跌价，那我借主营业务成本，借存货跌价准备，代记谁呢？代记库存商品，那我怎么去写呢？八十五，这是七十五，看到了吗？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你转销的是否合理，转销得是在销售的情况下，还有要看记录完不完整啊，期末跌价的余额是否正确呀？哎，因为期末跌价的余额，比如说我要提五十万，我要有五十万，现在期末余额是二十万，那么就相当于下期的期初啊，所以我再提多少，再提三十万就可以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看计提准不准的时候，你也要看看期初余额对不对呀？ 对不对？看看期初一个对不对？看看期末应该有多少？那我再看本期提多少？这不就是会计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跌价准备会涉及到很多的会计问题。第一，提不提？哎，成本可变净值孰低？第二，提多少？那就要看一看这个有没有转销啊？还有，它根据它的期末余额来决定我要提多少。所以，因此，当我们针对于存货，每项存货有积极的跌价准备，就是各个存货提着自己的。 分项进行计提，那也就意味着，如果说存货跌价准备分项计提的话，存货有跌价准备，那有明细账，那照样取得编制存货跌价准备跌价损失的明细表，那同样复合加计是否正确，与报表总账明细账核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因此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看你计提的合不合理，第一个要按照单个存货计提跌价，就是 A。 B、C 各自提各自的，除非是什么？除非是我们那种种类繁多的、单价较低的，像我们那些小商品的批发市场，每个东西啊价格很低，那一类一类的提不得累死了。那我们会哎给它汇总，汇总来进行计提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会按照存货的类别，就是我经常举的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，就是我给很多的会计学员讲了，就是女同学啊，这个耳钉啊、项链呀。 包括咱们饰品呐、啊，还有这头花啊等等。那么像在义乌批发市场，它就会有什么呀？这个头花，哎，头花类，哎，耳饰类，饰品类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它有着按类别，因为它单个的这个价格太低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说你在期末进行一个分析的话，那我们在期末的时候要对存货进行一个系统分析，看看什么，你该不该提？ 提的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我说了，如果是期末你分析，那就要看我应该提，比如五十万，看看期初有多少，然后再看看本期我提的合不合理，对不对？包括计息方法，这个跌价的余额是否符合规定。所以这些就是彻彻底底的会计问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当然，那么作为我们的审计人员，那刚才我说了，要看他提还是不提，以及。 提多少的问题？那在这里面提不提的问题，那么也是有这种迹象识别，就跟我们在讲固定资产是一样的。介绍固定资产，你要有跌价准备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有这个我们的减值迹象。而那么作为审计人员，当我们在审存货跌价准备的时候，也要重点关注一下有没有与存货跌价相关的跌价迹象。那这里面就是减值迹象，很类似于减值迹象。 好，那我说一点啊，你们听，来让我给大家一语道破啊，这样让你觉得孙老师的神奇之处。前面我们在讲固定资产的时候说了固定资产减值的迹象，现在说的存货跌价的迹象，一、二，陈旧过时、闲置，一二三四，跟当初的可收回金额是一样的，不用重复记忆。那么可收回金额多了一个什么？多了一个折现率。 因为固定资产是非流动资产，它会未来的持续使用，它会有种折现，折现那个报酬率，对不对？但我存货是流动资产，没有折现。你看我的减值迹象是不是可以一举端下来呀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这样讲，学习是有技巧的，而且呢要前后相联系。所以这地方呢，经过咱们对比啊，你发现存货它是没有使用那么长时间的。 那么它的这个跌价减值迹象，不是到折现率。除此，周围的环境大幅的下跌，陈旧、闲置、提前终止去进行处置，这些都会有存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减轻了负担，对吧？好了，来接着还有期后售价的审查。什么叫期后呀？就是以后啊，资产负债表日后的售价，你看看日后会不会跌价呀？日后会不会掉价啊？对不对？影响了跌价。再者。 要对存货跌价进行分析，看看有没有异常。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看异常？因为跌价准备它的借方叫做资产减值损失，也是个损益类科目，而且它是一个可变现净值，它是未来变现的钱，你知道吗？可变净值跌价的计提，它也会受到会计估计。 但凡有会计估计这种不确定的，就会有人为操控，人为去操控这个损益类科目，对利润有影响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再者，那么要核对相关科目啦，看看低价准备的计提、资产减值损失，包括看它附注中的披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你看这一条你就想不到，可变现净值是不是一个预计的售价减估计的销售税费，对不对？那不就是会计估计吗？那估计都说不准呢、啊。 那人家就会有操控了，有这种人为调控跌价准备计提多少啊？而且跌价准备还能转回，人为操控利润，对不对？要予以关注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这样一道考题啊，审计人员在审查跌价准备计提合理的时候，重点关注什么？A. 计提的依据，B. 存货是否陈旧过时，还有呢？前后期间计提方法是否一致？这仨是必须选出来。 那至于我们存货成本的构成项目和存货是否账实相符，这两个是不关注的，它不会影响跌价准备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跟计提有关的陈旧过时跟减值迹象有关，计提的方法这也是跟计提有关。所以我觉得你最差劲儿也得把 A 和 E 选出来。那账实相符是跟存货有关，跟跌价没关系；成本构成项目也是跟存货有关，跟跌价没关系，对不对？答案是 A、C、E，能懂了吗？好，来我们再来看一张。 这都是考试的真题。你看，某企业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采购一批货物并验收入库，二零一六年一月收到发票，二零年二月支付货款。企业在收到购货发票之前没有做账务处理，那么判断什么？你注意了，十二月三十日采购一批已经入库了，那所以说你会发现。 二零一五年你钱没给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会发现一五年的负债被低估了，对不对？料到单位到，应该叫做暂估应付账款。那你暂估了吗？没有，所以答案是 C 这个选项。能清楚了吗？所以这就是我强调过多次的典型的料到单位到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买的这个存货到了呀，验收入库了。那么是后面收到的发票，后面给的钱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料到单位到，对不对？ 所以在这里面，最佳答案选择 C。那当然有人说老师，货币资金高估，不是，是因为压根儿你就没有发票，没办法给钱，但是你应该暂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属于暂估应付账款。好了，那你看到像这种实物性的考题，跟会计有关系，还有就是跟我们讲课的审计思维有关，并不是死记硬背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考点一就介绍完了啊。考点一呢，介绍的是存货的审计方法。 结合着不同的目标，有不同的方法。当然，刚才跳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存货监盘。那么，我们在下一个考点，在下一讲中给大家详细介绍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稍作调整，马上回来。